傣乡特色一键打卡。下午这没事干，他这有这个当地的陶艺，这基本上算是第一批手工业者。这像根雕。没有哪儿这当地人的意思。有那味儿了，有那味儿了。我们一挨个儿跟你合影的啊。假的，假的。椰子在哪儿？那边。可以，真的可以。为何突遭喊停？没有人同意你上去，快下来。你别上去了，黄龙让你下来。别弄了吧。鹏鹏，下来下来。我都